近期讨论度超高的热门韩剧《非常律师吴庸武》，除了温暖治愈的故事是一大看点，被期待已久的金鱼 CP 也终于迎来办公室恋情的高光时刻。尤其是这个初吻教学，完全是让大家看到都疯了。그럼어떻게해야입을조금만더벌려주시면좋을것같아요그리고눈도좀더감아주시면좋을것같고요这个片段播出后立刻引发热烈讨论，不过男主角本人日前却在广播节目中坦言这句台词其实给他很大的负担，多亏了恩丁姐姐把浪漫气氛引导得很好，才能很自然地说出口。之后姜泰武也透露自己最想演的角色其实不是男主角，而是女主身边的闺蜜董格拉米。재밌는그배역을되게좋아해요동그라미가이제영호랑같이나오면서되게감초같은역할을하면서그게분위기를되게활기를돋게만들잖아요네네하면서도되게내가뭔가욕심나는데되게재밌겠다此话一出也让大家秒想起学生时期董格拉米帮庸武出头的名场面，说如果将姜泰武带入一定会是很成功的校园恋爱剧。三大金花